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素食元气藏409、生侠80、蝴蝶72、飞猎手26、潮汐134、维也滩奇藏422、生侠83、蝴蝶72、飞猎手26、潮汐134、明朝一条龙 1.0 全收集，任务生侠奇藏箱宝箱飞猎手潮汐自系生蝶蝴蝶。好的，那我们这一批来到无仓储站啊旁边这一个中枢信标。哇，来了之后我把视角转到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里这个火药给它捡起来。好，捡起来之后西方向九左边把这个荆棘给它炸开。爬上旁边这个箱子啊，稍微站高一点，掏出枪手角色。哎，看亮了。好，那在这个房顶上这里有一个柱子，把这个柱子打一下。哎。打一下柱子，好，然后这根一共三根柱子啊，全都给他打了。打了之后，这边这个箱子解锁，拿到这一个我基准奇堂上。好，那拿到这个奇堂上，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一，来打一下怪。好的，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我锦旗拿到奖励，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到旁边跳下去，下面有一个蜥蜴生蝶，来摸一下。好，跟着他走。啊？诶？好的，给大家送到位。送到位之后，我们再往北方向啊，北方向地图上方这里，我们爬，从对面爬上去。好，那爬上来，这边是一波怪，我们来把这波怪清掉。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个基准奇藏箱，然后之外的收获拿到这个奇藏箱，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这个山顶上啊，这边最高处去拿到生侠。好的，那这里拿到生侠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这边直接往前飞。这里有一个射击训练，好，过来做一下。好，来做一下这个射击训练。好的，拿到这一个基准枪上，不错，拿到这枪箱北方向地图上方直接往下跳，退下来回头，这边是一个怪物诊所，来清一下。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基准奇堂箱，请用。拿到这一个奇堂箱，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转角过去开猫点。开一下猫点。好的，猫点开了之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这里这个营地里面的怪啊，我们要把它清掉，这里是一个镇守箱，辉光宝箱啊，来。好的，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辉光奇藏箱，拿到之后打开地图，我们传送回到我们下方这一个锚点。好，那回来之后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从这边爬过来啊，这里一个细针蝶，来摸一下。好，把这个蝴蝶送到位，再看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有一堆箱子，木箱子的背后啊，这边是一个朴素奇藏箱，然后这位捡起来这个朴素奇藏箱啊，这边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个顶部啊，这个石头的顶部是有一个飞猎手，我们从旁边绕一下，飞猎手啊，注意，哎，跑远一点，稍微跑远一点，然后再上去。掏出枪手角色啊，回头给他拔药。好的，那拿到这个飞猎手之后，我们再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啊，地图左下角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一，来清一下怪。好的，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那拿完之后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走。
这里一直往前，在下方的路上。好，这边直接跳下去。好，那这边的话是这个叫啥来的？压力机关啊，拿起这个这次是什么？拿起这个炸药包，好，然后给它压上去，掏出枪手。好，拿起炸药包压上去啊，掏枪手角色，来 A 一下旁边的柱子，一共三根柱子。好的，拿到这一个西准强项收获，拿到最强项北方向中上方这边走不到悬崖边跳下去，下来一个潮汐之仪，这两只怪我们跳下来，咱们清掉。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有机会排墙用，拿到这个奖励，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往前走，前方又是一个潮汐之仪。好，来清一下。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拿到奖励再继续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比较矮的这个小山头，不是右边右手边那个大的，是这边那个比较矮的，先爬上山头，爬上山头拿到深霞。好的，拿到深霞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跳下来，这又是文字挑战啊。这要围着转，围着转转两圈啊。先拿这会动的吧。好，挑战完成，拿到这三个箱子，酬劳之外的收获。好，三个箱子拿到西北方向丢转角，在这个对岸啊，对岸有一个细神碟，过去拿一下。好，跟着他回去。哎，你倒是走啊。好，那这边它到位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北方向啊。好，再往我们的东哦西北方向啊，地图转角啊，这里直接去到对面有一个潮汐之仪。又是潮汐之仪。好的，我们来清一波怪，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酬劳之外拿到这一个奖励，西南方向地图左角这边往上走，爬上去。好，这个挑战稍微有点难做啊，如果你有那个什么乌龟啊，鸣钟剑那个乌龟的生骸啊，你直接用那个生骸，那会比较好弄，那会比较好弄啊。我们拿起炸药包，这里我们先炸一下荆棘。好，这里的话一共有四个炸药包啊，在这背后有一个，背后这里有一个啊。那这四个炸药包我们给它放到这个中间这个炸药包的周围啊，看一下我差不多的位置。好，身体挡一下，诶，好，身体挡一下。好，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再把中间这个捡起来，捡起来之后我们直接丢过来，笼罩三个啊，一次炸三个，一次炸三个，这边三个柱子同时打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基准强三个请用。拿到这个奇长箱，打开我们的地图，我们传送到我们下方这一个锚点。
好的，回来西北方向地图转角哦。潮汐之仪，奇怪。好的，清了怪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已经回牌的奖励。拿到奖励之后，在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这里在这个桥的正中间上面啊，上面从旁边这里爬上去线，上面正中间有一颗深霞。好，这里过去拿一下。好，那拿到深霞再过桥，再跑过桥。跑过桥，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有一堆金鸡，直接跳进去，跳起来冲刺钩索啊，冲刺钩索啊，跳起来，在这里有一个基准起航箱，酬劳就位，捡起来这个基准起航箱啊，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这棵树的背后，这边踩一下这个弹弹菇，然后飞出来，这棵树的背后，往这边爬上去，这里是四岩蝶，捡起来。点起来之后我们跳下来啊，给它带过来。好的，然后是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绕出来啊，从荆棘这里绕出来，把这个四岩蝶捡起来，然后再带回去。好的，那这样我们就拿到这个深霞。诶，好的，那拿到深霞之后，我们现在要往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过去，把那个副本打开啊，跳起来冲刺钩索啊。好，跑过来跳下去，开了副本。好的，这里把副本开一下。好，那这边开了副本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绕一下，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直接爬到对面的，爬到对面的这个墙上啊，自己爬上去。好的，爬上来西南方向地图转角这边，这里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细身蝶啊，摸一下，把这个蝴蝶给大家送过去啊。好，那这个蝴蝶到位，我们这一批就结束，下一批再见，大家拜拜。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乌仓储站啊旁边的这个中枢信标啊。好，那到这里之后，我们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我们地图转角这边有一个桥，从那个桥走过去，这桥走过来啊。这边在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下方啊，草地的这个平台下方，正下方有一个深霞，那下面有荆棘啊，我们跳下来打开，跳下来打开伞翼，然后飞过来。好，拿到深霞之后，从我们旁边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往上爬，爬上来，然后继续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继续往上爬，爬到前方这个平台上。好的，那爬到的平台上啊，在对面的这个哨塔的顶部有一个朴树起航箱，上来拿到它，有机会派上用场啊。拿到这一个朴树起航箱，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啊，在下面有一个易碎的石头，跳下去。好，砍开这个石头，里面是一个基准起航箱啊，拿到它来收获。拿到它之后，打开地图，我们传送到我们左手边这一个锚点。好，那传送过来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往前走，这里一个限时挑战，好嘞，开机。好，吃完之后出现一个精密起航箱，开机的启用。
拿到这个集装箱，在我们的正下方，正下方，从任何一侧往下跳，正下方啊，这边打开伞翼跳下来，能看到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辅助集装箱，开启它，有机会拿到这个集装箱。北方向右上方对面这里一个打这个射击训练啊，好，我来打一下。好的，拿到这一个基准气膛箱。拿到这个气膛箱之后，我们再往南方向右下方这边走。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往下面走啊。下面走，然后跳下来，在这个河，诶，这个是什么河坝吧。然后它的中间这里啊，是一个紧急用辅助气膛箱，拿到它。拿到它之后，我们再往南方向右下方这边往上爬。好，爬上去，一直往南走，过去有一个锚点，这边把这个锚点打开。好，开了锚点，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这边，这边有个哨塔，在一个塔的顶部，楼梯爬上去，一个朴素起床像开启，酬劳之外的收获。好的，拿到这个起床像为你，我们再把治疗转到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在对面那个石头上面，一个生虾。这里爬上去。好的，那我们拿到生虾，然后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方向，谢谢，西南方向啊，地图左下角这边走过来，这里有一个帐篷，帐篷这边是一个营地，我来把这波怪清掉。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基准起膛箱，拿到这个起膛箱，西方向地图左边，在这个河对岸，河对岸啊，这边又是一个镇守箱。好，来清一下怪。好的，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基准气枪箱，拿到这气枪箱，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你往下跳，下面还是一个镇守箱，继续来清怪。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一个基准气枪箱，这位排长，拿到这一个气枪箱，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跑过去，对面有一个挑战，跑酷挑战。好，来开启这个跑酷挑战。好，吃这个什么光点。绕一圈爬山。好的，完成之后拿到这个精密气枪箱，拿到之后北方向牛上方啊，这边上面这里有一个生匣，过来拿一下。好，那我们拿到生匣，打开我们的地图，现在我们传送到文野滩左上角这一个锚点。好，上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跳下去，这里有个坑，这里有个洞，从这个坑往下跳。好的，跳下来，然后回头从这边走进去，这里是个山洞。进来之后正前方这里有个 NPC 叫做初一，他头顶上应该是有一个任务啊，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任务。好像这个任务的话，点击最终目标回去和那个研究员对个话就行了。爬上去，好，来和这个研究员对话。好，对话完然后就完成这个任务了，我们再回头跳进去，继续往里面走。来到初一这里，来到初一这里，把视角转到北方向右上方这边走过来，这里有两个 NPC， 一个趣问，一个取问啊。好，这边是一。好，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好，这是每24小时啊，就是可以刷新一个，一共是几个不太清楚啊。好，现在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边这边走，东方向地图边。好，东方向地图边这边过来，这里有一个焦急的研究员，和他对个话，
好的，那对话完东方向地图边，在对面那里有一个朴素气枪箱，过来拿到这一个朴素气枪箱，右外排枪拿到之后，我是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是他任务叫我们来清这两只怪啊，我们来清一下。好，那我们清完了怪之后啊，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这里有一个朴素气枪箱，捡起来就请用。捡起来之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到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这里有个蜂场，过来做这个蜂场。飞一下，然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上来，和这个焦急的研究院再对话。好，那完成之后，我们这一批就到此结束，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